然后、啊、漫画成同学昨天晚上跟我睡，然后他就肿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早上那个危险发炎发溢出来。Oh my god！ 不知道第二天确实昨天化完妆，不知道为什么肿成这样。你看大家的表情是问号。陆克然问我，也说你我从来不肿，他说你怎么这么肿啊？我真是什么？